小姑，我只能告诉你，以我们现在的情况，真的没有办法侍奉爸。你们过得那么阔气，你这样太厚脸皮了吧？你哥破产了，现在连我们都快活不下去了，你叫我怎么侍奉爸？这些是扣押的物品，我们要带走。这个不可以，这是最新款的包包。我不管了。姐夫说，以为姐在这里，这孩子该不会去做傻事了吧？小普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加油，姐妹们，东森戏剧台。